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暖和的长毛毛的一个罩衫，我觉得它是好看的，然后也是好搭的，只是大家对于它的颜色跟黑白色会比较想选黑白，因为你们比较害怕一点点，但是这一件真的非常非常的有型好看哦，好不好？然后是可以非常非常保暖的，那长度方面呢一样可以盖住大家不喜欢的屁屁肉，然后呢前面呢它其实就是一个蛮基本款的罩衫，但我必须要讲它是咖啡色加浅咖啡，所以就是一个今年最流行的奶茶哟。然后它完全不刺痒，大家一般看到这种长毛最怕就是掉毛跟刺痒，但是它我里面穿的是背心，它完全不刺痒。然后白色呢跟刚刚的咖啡色其实完全的感觉不一样，很多人会选择比较基本的颜色去穿搭，但我说如果你的衣柜已经有这种比较基本黑白的一个毛毛的单品的话，你真的可以尝试奶茶色，相信妞妞